哎，你咋给回来了？叔和嫂子把我送回来的。哎，他们凭啥把你送回来？嫂。那是赵叔哈。我知道。啊。啊，这是秋玲。哎，嫂。啊，我俩结婚了。啥？哦，你俩结婚了？那影子咋办呢？ 达人家公司说法律保护，你闭嘴，保管。嫂，你和我达弄的欢婚不合法，这次合法的，欢婚闹不成了。啥合法不合法？我不认，你拿走。我把影子送回来了，我妹呢？你管着？新梅现在已经是俺儿媳妇了，你管不着。新梅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新梅，你干啥？新梅出来。 秋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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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妹来，你跑吧，你跑吧。秋玲姐，叫嫂子。嫂子，哎，新妹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我和你哥接你回去啊。嫂子，哥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啥？ 新妹，你宝爸，哥在呢，不管咋，跟我回去。回不去，是因为已经跟俺二爸婚礼都办了。我是他哥，我是他爹，你想弄啥？秋玲姐，你过来一下。你想弄啥？你想。哎，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听不好，咋回事？ 嫂子，昨个大夫人对你咋样？他们对我挺好的，昨个还拜了喜了。喜梅。 你跟我说实话，受没受委屈？嫂子，我真没受委屈。我跟小秋挺好的，我想跟他过日子。真的。